我叫钟丽萍，在九井下英村卫生室做乡村医生，然后现在是第五年了。其实主要还是分为两大部分嘛，一个就是上的这个临床班，就是在坐在这里看病嘛，还有一个就是公共卫生。公共卫生的话，它就是，要去到寨子里面去给他们做随访。我们村的话有三个哈尼族寨子，四个拉祜族寨子，一个傣族寨子，然后很多都是不会讲汉语，也没读过什么书。这次奶姐，再提一声书包呢？是呀，阿帕姐，你咋不阿帕？那让你发主意。啊，去不啦？得改我妈不啦？玉姐呢？对。要啊，要阿帕姐家长那里，该有多看你的。就是这个爷爷的话，他也是我的一个高血压的病人。前两天来随访的时候，他因为去住院了，没有随访到他。今天的话就是过来的话，一个就是再给他做一次高血压的随访，然后就是看他前两天住院是因为什么疾病嘛。我催催俩去路普了，路我能才能整点注意啊了。哈姐姐，肺气肿，肺心病，哈姐哪个呢？我写了人家的，后面那句就没那么多呢，你咋办？他这句没面是吧？忙了啊，我们。从小自己也在这边长大嘛，那个民族语你也会讲。然后我自己在这边也做了5年的村医，就基本上哪一家有几个人，是有就是生病的，然后他们的状况都是清楚的嘛。阿吉公安差不？阿吉，啥路啊？我没面子呢。阿吉公安差不？你差不多几百个密码都能判。啊，对啊，也好弄，他都能得干。家庭医生的那个签约手册的话，就有我们医生的联系电话。像就是手机的话，都是要24小时开机的。然后平时卫生室也是必须要24小时有人在岗嘛。要老有没咋了没得？他考上了。啊？不是一定要考上吗？帮我写讲哎。就是我家的话，就离卫生室的话只有1公里，但是就是因为要就是方便村民晚上过来的话，要有人嘛，然后就是一直都是住在卫生室的。就是这边的老百姓，以前的话就是看病都会是那种很严重啊才会过来找你看病，就是自己坚持不了了才会过来找你，就他们的那种意识就很低。九位，九位。然后现在的话就不一样了嘛，因为我们村医的话也会做一些知识讲座啊，也会宣传一些这些东西嘛。然后现在的话，就老百姓的那些意识也就越来越高了。
我们的供养中心项目呢，是今年开始实施的一个以村卫生室为依托。 然后，让村医带着我们的老年人来进行一些像健康讲座啊，或者是娱乐活动这些，来让他们能够更好的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。那是他过去越去嘛，咱家没怕严重，越来越能有以后，妈个要的话走得到，啊，可路我就记得个你路那多几年学姐糖尿病患者。 我其实就是慢慢的，他们不仅仅就是会把你当做村医，也会把你当做像自己的朋友、自己的小孩一样嘛。然后像有的老人，他就会，就家人。 小孩都不在身边嘛，他就会觉得孤单，也会过来找你聊天。他要看地膜，看下来的了。嗯，地膜嘛。现在那路怎么？那路个他一在那，我要过就没有办法打了嘛。哎，怎么啊？俺妈意思啊，妹妹。 反正我一直都是这个样子，就当病人来找你的时候，他已经就是身体上都是带着那种痛苦来的嘛。然后当你看到你的笑容，就可能就是从心理上就有一种。 现在就是去家里面给他们做随访啊，或者是过节的时候，他们都会自己家里面有什么，自己家里面的特产啊，什么东西都会给你。虽然说我们那个乡村医生的收入它是比较低的嘛，但是的话，我觉得。 工作就是首先最主要的就是首先自己要喜欢这份工作，然后你去做这份工作，你是要开心的，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好。我不一定说是要得到一些，物质上的什么东西呀，比如说别人鼓励你，像那个家人支持，老百姓的信任。 就这些东西，就是远远超出那个金钱物质上的那种价值嘛。